还有就是咸蛋，它不会动。人呢？人呢？哎，还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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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次去泡温泉的时候，小孩还带了游泳圈，是塑料的，那他就把那个气囊把它扯掉了，就是那个气就往外面跑嘛。正好旁边另外一个人，他就把我小孩一直就抱上岸了，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现在就是做志愿者，嘛就是在2013年我就考到了一个游泳救生员证嘛，直接下水直接救的，是33个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，看着他在那个四桥那边玩嘛，等我到一桥那边我干了一圈，这里就听到救命，第二声我就看到了，第三声我们就直接下水把他拖上来。经济这块的话，因为我现在也花了将近20万了，就是反正就是只能把人拉上来就可以了，我们就是感受就是这样的。